13日晚，樊振东通过球迷会就广东送机的混乱状况发声，他称现场状况对其造成极大的困扰，还给机场工作人员群众增加了诸多不便，呼吁大家保持分寸感，把握住应有的礼貌边界，不希望被接送机和追拍，也不会在个人场合签名合影，恳求球迷们允许我做个普通人。